对，还有一个舞蹈人气之星大赛的那个勾勾一下，右下角有一个我的直播时通知我，大家帮我勾一下，谢谢，谢谢。什么？没有吧？这个脸哪有那么大？我跟你讲啊，这视频的显的，你看那个录的那个小视频里，脸都没有这么大，头发比现在还长，也没有这么胖，知道吗？就是这个视频的事儿。最重要的是脚也没有这么大，这都是视频的事儿，跟我都没关系。本来没有这么大脚，这都是这视频，气死人了！这头发比现在还长呢。我这个清白证明不了了。好了，咱们第一个舞蹈，大家想看什么类型的？最重要的是我想上个厕所，我还没去呢，太痛苦了。想看激情的还是想看温柔的？想看激情的扣一，想看温柔的扣个二。对，行，肚子疼吗？哎呀，我早上起来有点迷糊，那么就先跳一个吧。行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，咱随便先来一个。谢谢，感谢大哥，帮我在公屏扣六吧，这憋得慌，难受。本来我能更瘦的，上完厕所回来我就更瘦了。谢谢。You've just entered a new dimension of sound. Get ready. 哎呀，我去，你轻点喊大脚呀！轻点喊48，一会儿整个九九三都知道我脚大了。Ready, Castanet. The devil is a DJ. Are you ready? Are you all ready? Okay.
手不要挡，不挡走光了怎么办？我这么大。嘿嘿。刚才打到嘴巴了，疼死了。啊，这歌有名字吗？有啊，叫你准备好吗？不挡走光了，你沈阳的是啊。右下角有个直播室通知我，帮我勾一勾啊。跳什么？跳椅子舞？你看我长得像不像椅子？把我跳了吧，还跳椅子舞，把你美的。我得喝口水，等一下啊。嗯，下一首歌给你跳小野猫，现在得咱们先选一个别的，下一首给你跳小野猫啊。咱们这个来个航母吧，你们喜欢航母吗？下一个咱们来个航母吧。一二三，大家喜欢哪一个都行，扣在公屏上吧。不喜欢怎么了？咋了？咋不喜欢了？随便选一个呗，换一个风格嘛，那也不能老跳同一个风格啊，是不是？我不想捕捉屏幕了，我捕捉屏幕我视频又要变，哎，算了，哎，随便扣吧，一二三，没扣着，一二三，谢谢啊，随便找吧。等会儿啊，我弄一下我这个视频，你看。一回来这视频就这样，我真是醉了。等一下啊，调一下。好，那我们随便跳一个吧。跳一个已经被我遗忘的遗忘木，不是提线木偶和上和下，你们选一个。上和下还是提线木偶？咱们随便跳一个吧，因为我很久没跳了，应该是忘干净了。跳提线木偶吧，行吧，谢谢。上和下，提线木偶吧。对对对。哎，我要是跳错了呢，大家不要介意，求你们容忍我，原谅我。然后下一个，我给你们换一套漂亮的衣服。上下，我上下之前跳过，这提线木偶铁定是忘了，就跳这个吧。
我会，我就是给忘了。其实我以前最会跳的就是这个，然后后来我给忘了，因为好久没跳了嘛。最近有学新的舞蹈，然后就没有跳这个旧的，就给忘了。零累不累？累啊，累死你零了。还忘记开空调了。哎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那么，咱们来选个衣服吧。嗯，泡沫不能跳了，泡沫前两天都跳了。啊，快，我们来选一套漂亮的吧。这里边有一套好看的，一套不好看的，看你们选择哪一个。第一个、第二个，扣出来，扣在公屏上。我一会儿给你跳小脸猫，还有几十秒的时间。第二个多，我们就跳第二个吧。不是，我们就选第二个吧，因为第二个比较多。刚才那个小伙伴想看那个叫什么小野猫，还有几十秒了，能给你跳一会儿。大家记得帮我那个什么呀，帮我干什么来着？哦，对了，帮我点哦直播通知啊，谢谢，谢谢谢谢。跳着跳着我就下去了，好，帮了忙，帮我点直播通知，谢谢刚才刷礼物的大哥，大哥威武，我愿意写错字。Hey boy, come on, baby.给你的暗号，想要听到你激动的心跳。